来，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维嘉对小鹿。第二轮，证人队派出了可怜的受害人佳佳，嫌疑人队则派出了鹿晗作为代表。啊，两位，维嘉，你确定你要穿着黄白袜子？白袜子太丑了，来，你再前面吧，给你一点粉丝经营，真的够了，维嘉。形象担当，形象担当。好，来，于贝贝，比赛开始。 快跑！哇！哇！这样跑起来！哇！好样的！啊，鹿晗，鹿晗越来越快了。哎呀，白袜子！哇！好厉害呀！哇，小心！哇，小心！哇，鹿晗开始跳了！哇！ 轻松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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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选手请求继续比赛。又回来了，哎呀妈呀，我还要吹吗？好，来，太坚强了，是吧？我的天哪，红包太坚强了，是吧？大哥，你还好吗？加油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，好吧？一起休息。我还能鞋有点大了。追上了，追上了，追上，追上，追上了，追上，追上了，快，快，追到了！好，所以呢，这次又是我们嫌疑人队获胜，对吧？嫌疑人队获胜。好，那我宣布，那个在两轮比赛之后呢，嫌疑人队获得了这个拿证据的权利，好不好？